或者说你这样子，我先给你烧个，然后你烧的差不多了，也再换，把那个换下来，行不行啊？那也行。行，那个烧吧。行，这烧。对对。这个马烧一半了，你觉得你能放到车子上？拿个钉擦一擦。好。这个马，这个马。这个行。这个放车上烧还是放地上？这个烧一会儿。这个正常情况下要放车上的，放车上，可以放车上，来放车上，来。就你怎么怎么规矩就怎么来。哇，这么冷！来一下，两个人来。好。擦一下，擦一下，擦一下，擦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抓紧时间啊！常规那个燃气跟开始。老外一看加矿泉水呢。这是柴油，来。其实不卸也可以，有没有大的矿泉水瓶？有大的矿泉水瓶就不用卸。直接这样加矿泉水。要扶着吗？可以。往这来。哎，对，你别怕手上沾油了，我身上有洗衣粉，等一下再洗一下。现在是电启动啊。正经就前面那个红线，有红线的那个啊，这边这边不是有个螺丝吧，你把那个也套到那个螺丝上面。有灯光吗？有灯，谁手机补个灯？有光，你下来看一下。应该是的，应该是红红线的。等一下，你那边马上这么着，这边会有。哎，好了，开，可以了，看好了吗？开油门。然后这是减压，看到吗？减压搬过来，这个黑色的按钮就是启动。可以啊。可以。用手拽一下，没紧，别让它松了。可以啊。你用手带劲一下就行。180
你等一下还要画斑马线，还要画箭头。啊，对。200度了，你这个不准，它外面有雾气。